吃咖啡应该很好受。我不知道外国人标准跟我们不大一样。你看外国人白嚼饼子就没关系，我们台湾就说不行。那这样蛮好啊，他会抢红旗啊。没有哦，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迷信，怪干怪山。哎呀，你要帮他们拍照。你要连这个老头带一起拍。